全家哈哈 哈， 哈，快乐哈到家。今天要哈什么？看这边。看见梦想，听见希望。That's right， 厉不厉害、啊？我连看都不用看就知道你在比什么。哎、可是这代表什么呢？是听见希望跟看见梦想，这到底是代表什么呢？我们当然要今天要哈的主题呀、啊，就是现在这个整个台湾。我们所有台湾的同胞们，大家全民都在哈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听障奥运啊，对不对？说就好了吗？9月5号到9月15号，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今年国家的盛事啊。对呀、啊，你知道吗？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呢、啊，让尤其我们台北市的人呢、啊。共同来参与这样的一大盛事，体育盛事，而且能够让许多这样子，很厉害的朋友们都能够出来一起来比赛，好棒啊！平常没有声音的这些朋友，你要从这个当中，从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我们要看到他们无声的力量。就是，这次你有参与吗？这是本，我不资格不够。是吗？我有参与、真的吗？真的真的。您最近是？因为奥运之前有一个艺术月啊、然后我买了票去参观，所以我参与、好好，我们就一点边你也要沾一下、大家都有啊。同样，你走到哪里现在都快看到旗子啊。真的，而且最近呢，他全民就是提倡要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面带笑容，对不对？对对，好，尽一份国民该尽的义务。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今天这几位非常特别的是特别来宾啊，但是。蛮有默契的，好有默契哦，对不对？先说吧，马上就知道了。我们在还没介绍我们今天来宾出场以前呢，先要看一段非常精彩的奥运听障选手们他们所拍的广告，大家一起来欣赏。来。这场比赛他们才是主角，05夺得九金，09再创巅峰，无声的力量，2009听障奥运在台北。太厉害了，无声的力量，真的，我们这些选手们都非常出色，上一届的时候就有非常好表现，这次我们是地主国，我们在办理，我们会更厉害，一定会比九金还要更多。对对对对，是，所以我们也要帮他们加油。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好几位啊来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好好聊聊这次的听奥。我们现在就来欢迎，首先第一位就黄正昌教练，欢迎。还有羽球选手范荣玉的母亲范妈妈，论坛报的社长黄清英黄社长，欢迎。还有我们这次听障奥运的这个总执行长郑志仁郑老师，耶。太棒了，今天呢咱们真是高手云集啊。对啊，平常我也非常喜欢看这些比赛项目，运动的项目，这次能够在我们自己这个地方来参加，哎呀，太棒了，过瘾。尤其我们的盛老师，您真是辛苦啊。哇，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并且啊，我们知道这个这一次呢，特别结合所有啊，不管是整个全台湾的这所有的能够利用的这些资源，大家啊，就是全民一起动起来啊！相信这一次的这个听障奥运呢，来办起来整个过程是相当相当的辛苦的。那我们想要来听一下盛老师哦，对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国家这次争取的听奥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对我们的意义以及国际上的形象，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少？我觉得重点是在办完以后哈，我们留给人家什么样的印象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都很认真在办。这是第21届的听障奥运哦，
过去二十届不是在欧洲就是在美国哈、啊，所以第一次在亚洲办、哦，这是我们一个特色。所以第一次在亚洲办，我们会留给全世界的听障社群呢、哦、什么样子的印象？所以我们特别觉得说我们责任很重大哈、哦。当然，现在全世界的听障的社群都知道台北是怎么比的，这样是台北，因为办听障运的关系，这个是台北那个北字啊、哦，所以。你只要跟听障朋友，全世界的，你跟他比一下，这样他就知道说，哎、欸，台北要办听障奥运了、嗯、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城市行销、啊、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们二十一届以来，我们这一次参与的国家数目跟参赛国、啊、也是跟都是破纪录、啊。我们这次有81个国家的选手报名，然后有4000位的选手。啊、哇，81个国家4000位，加上队支援还有1500位，就5500位。嗯、啊、嗯。所以这个我们几乎比这个上一届4年前在墨尔本、啊、增加了快一倍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人也都是，我们真的是讲老实话，忙得没日没夜啊，就是大家每天就是为了希望把这个比赛办好哈、啊，因为我们也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全世界的听障选手来到这里啊，他们我据我的了解，像美国的选手为了要存钱啊，他一个人跟他们跟我说要存8000块美金。哦、包括对机票住宿，因为他们不是职业选手，是 是，所以他机票住宿、教练的训练费用各方面啊，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那个重担又更重了，因为他人家这么热情，热情对对，这么期待的过来哈、啊，我们如果做不出相对应的回应哈、啊，那我觉得就会很失职啊，所以每天鞭策我们的力量，其实就是想到我们要帮听障选手搭一个舞台，让他们能够在9月份在全世界发光发热。那盛老师，这次整个筹备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多久？然后你觉得这个整个各界的反应，想其实整个筹备大概有3-4年的时间哈。那我自己加入大概是2年多啊。是。那我觉得这2年多，我刚好我算是运气比较不好吧，刚好接在最后这2年多是比较在如火如荼的这个阶段哈。所以真的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大家就知道这个有多复杂哈。这是4000多个选手住在36个饭店。然后他们参加20个项目啊，在22个场地啊，你光想象这些22个场地，这些整个的交通啊、住宿、饮食、卫生啊、医疗的所有的安排哈、啊，每一件事情都是蛮费心的啊。我们上个礼拜六才办了一个，因为22个场地，每一组人让他们在一起要做集训讨论哈、啊我们光每一个部门光找头而已啊。光找头而已就好几百位，因为我算给你听哦，因为每一个场地哈、哦，它都要有资讯部的、场地部的、竞赛部的啊、裁判长，然后要有这个一个总指挥，然后还要有志工的代表，然后还要有禁药的、验尿，还有医疗的、交通的，对，我们光把头集合在一起。的每一个地方有10几个头，乘以22个场地，我说光训练头哈、啊、就要训练，就几百个人，真的很可怕。我们志工9700位，9700位的志工，那每一位志工让他们在赛会期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不是以人数取胜啊，人越多反而可能会误事，对，所以你要做到说让大家知道你比赛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在哪里，你要提供什么服务，还要教手语，然后每一国手语又不一样。我越讲那个头会越大哦，所以我不讲太久，就说你听听就知道说这个事情、啊、我没有做之前我不知道它牵涉的层面这么复杂、真的做下去以后、我刚讲的竞赛场地、转播、媒体，每一个东西你都要去想到最小的细节、所以这件事情真的牵涉层面很广、所以现在我们终于了解，哇，这个光是筹办就要3-4年、那小型的音乐性的活动、搭个台子都已经很麻烦，对对对对，更何况是牵扯到来自这么多的国家的人、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又不一样，然后你还要让他们宾至如归，能够很安全很放心在那边比赛，哇，这光是我们谈到这一次媒体哦，说真的也付了很大的这个配搭的力量啊、哦。我们想请黄社长来谈一下，我们知道黄社长他是这个论坛报的社长啊，是一个媒体的一个角度跟立场、看这一次的听障奥运，大家卯足的劲的所有的这样的配搭，您个人的感想是？我们都是耳聪眼明的，对，我们盼望这一次是让人刮目相看，而且。最好是无声胜有声，没错没错，所以媒体会应该是全力来对这份事情，尤其是听障身心障碍的、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对身心障碍的这种照顾关心呢、也借着这个活动能够唤起很多灵魂的苏醒，我想这是很重要，
真的，我们通常一直觉得说，一些弱势团体好像疏于平常哦，被看见哦。那他们的需要，同时我们真的希望就是各界社会人士哦，能够多看一部分的在这个部分。而且我们媒体来做社会教育功能是更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家能够亚洲第一次办这个呢，大概对每一个人的观感，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每一个人对身心障碍弱小福祉的看法，通通会做了一个大的改变。当然我们媒体要做了一个社交功能的一个媒体，我们也希望当这一次的举办呢，大家鼓励多一点。那我们想要知道说这样的一次活动的举办，那当然这个志工啊，他所扮演其中当中的角色，当然就像刚刚盛老师一样讲的，这是很复杂而且很细，大家还要光是比一个手语。刚刚呢，我跟那个黄教练，对不对，我们两个在蕊那个手语，就蕊的，然后他突然间出现一句话，他说，哎，等一下，这个有那个台湾手语跟国际手语，你要我比什么手语？都不一样。盛老师，都不一样，对不对？黄教练是不是都完全不太一样的？哎，很多不一样，很多都不一样，很多的不同。那怎么办？那所以他还需要透过一个翻译吗？就是懂我们本地的，还有懂国外的那个手语来做个翻译吗？这样子一个。所以像这次比赛，就训练很多志工要学国际手语。是，还有个国际手语。对对是。哦。可是有一个问题是，选手还不一定懂国际手语。就是啊。选手只懂他自己国家的手语。对，是。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所以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到时候一定会被骂哈，说你们手语训练的不够。其实不是说我们训练够不够的问题，而是说它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你即使把全台湾的志工都训练好国际手语了，选手他自己还不会，所以还不能国际手语要特别去学的。对 对。不过我换一个角度讲，也没那么悲观了，因为我也发现我这两年跟各国的听障朋友有很多机会接触啊。是是。我发现你的微笑，你的热情啊，其实是跟他们沟通最好的方式，能够跨越一切。对对对，因为很多手语它都是自然的啦，就是说，这是睡觉，睡觉，吃饭，开车啊。哎，谢谢他们也是这样说吗？谢谢，这样，这是台湾的，这个是台湾，这是台湾。在国外的那国际手语的谢谢是这样，所以你很多东西，你只要用你的诚意啊，其实他们可以理解，不然真的不行，用写的啊，用画的。我觉得我们过去的经验是一定可以达到沟通的目的，只是说大家不太能强求说一定要靠只是用笔的啊就完全来沟通。哦，那所以如果假使你不懂的话，其实也没也不要怕。对，反正要比赛你就抓了他，就带着他去跑，就比赛就对了，就跟着跑。你这样子还好，那个执行长这个职务不是由你来做，是不是？要把我一不用学不用学，你就带着他走就对了。十年也无法办出一个像样的活动出来，啊，不容易。不过这一次哦，真的，我们也今天啊，来宾的现场，我们也非常非常荣幸能够请到真正哦，我们羽球的选手，一个非常这个默默在背后耕耘的一双推手，也就是范荣玉范妈妈哦，文琪费文琪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想要了解一下，就说这一次大家，你以这一个本身也是参赛者的家属的立场，并且我们知道你也是罗惠夫卢冠基金会的职工是吗？然后我觉得以这样的立场，你觉得看如何的看待这次的听障奥运的盛事？其实刚刚盛老师有讲到，就是这次的听障奥运是有9700位的志工来一起来协助。其实我站在一个家长的立场，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些人默默的付出。是。那因为我女儿她荣誉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措手不及的。对。对我来讲，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这样子。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小孩突然在我面前出现这样子。那在我最慌乱无助、最毫无头绪的状况之下，是是，那就是透过医院的社工，让我认识了一些跟我的女儿的状况是类似的一些家长，那他们就是组成了一个家长的联谊会。是。那在这些家长的志工的算是给我的一些帮助之下呢，我才能够渐渐的接纳我自己的小孩子。那也从他们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呢，告诉我说，其实像荣誉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只要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走他的医疗的这个过程，那
本身的心理建设如果能够做得比较好的话，其实他在社会上的话仍然是一样很有竞争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些志工，这些家长给我这些力量，所以我才能够带着荣誉今天能够走过这段路。那在我比较能够接受荣誉之后，我也觉得说我走过这段路之后呢，我希望说把我自己一些这些经验、哦、对能够告诉一些其他的因为其实像这种新生儿的话在台湾虽然不多见，可是一旦有出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家长也真的是很需要像我们这些有经验的一些家长能够提供一些协助。其实这个是很棒的、我其实一直当初会有一个小小怀疑，就是说听奥为什么要那么慎重来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其实刚刚听范妈妈那一席话，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确有一些不太方便的朋友们，如果你本身有一些这个体育的才能，然后可是呢又怯于出门，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然后能够共同跟全世界的人有一次跟很好的交流的机会的话，你知道对他们是有多大的帮助。那当然呢、有接轨的机会，并且有一个舞台让他们去展现，你知道吗、这个对他们来讲自信心哦，跟那个成就感，你会让他们这个后面的人生、后面的路程啊，会走得更光辉、更灿烂。但是啊，这个前提之下，当然要有一个像这样这么有耐心、有爱心的家长、父母亲啊。可是最重要的，这个千里马还要刚好遇到那个伯乐。是啊，今天呢还好，我们中间我们就有伯乐出来、我们的黄教练。黄教练他是他不是因为穿黄色衣服不是不是黄教练，他是哎哪有那么巧、奇怪，本来就那么巧但是我们有红了哎不是红执行长对红执行长不今天呢黄教练他这次呢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在上一次哦，2005年就是听奥的一个游泳选手哦，咱们国家得金牌耶，对我们曾淑宁对不对？淑宁他得到很高的荣誉，那这个启蒙的老师也就是我们黄振昌黄教练哦，我们来聊一下，就说你第一次看到淑宁的时候，然后眼见的就像刚刚你知道那个范妈讲啊，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孩子？那怎么办？可是你必须要自问自己，你能够给他什么，对不对？那个热忱，并且你要知道，教育眼前这个孩子可能来的不容易，比平常的孩子都还要花更大的苦心跟耐力去栽培他。那个热忱跟那个力量到底来自于哪里？对身心障碍也好，听障，我们的看法是认为说，学生今天就是因为他不会才来找你学，所以你要更有爱心，更有耐心。那所以我不觉得在带他的过程中有所谓的特别待遇或特别辛苦，只是我们会去思考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教他，然后让他理解，所以当然会多花一点点心思在跟沟通上啊。所以就是那个整个过程你在想要如何的解决这个问题。对对，那个当中跟他我觉得必须要首当其冲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沟通的问题。是，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事前跟事后哦，当然训练中间也有时候要需要一些简单的手语，很简单。但就像刚刚执行长讲，其实很多手语是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哦，我也是后来有去学演才知道哦，快，比如这样比就是快。那所以事实上，你平常的时候有一些动作是你很自然的动作。那当然，大部分我们是透过讲得很慢的嘴型，然后他慢慢去读我的嘴型这样子。读唇语。对，那再不懂就抓来，游泳还好是可以抓来哦。当教练就是有时候就抓着选手哦，来这样做，对，然后就是事先沟通好，我们哎，待会要如果说有讲什么的时候，就代表什么意义，就变成要有默契。其实教所谓身心障碍或听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教练第一个要有耐心，要有爱心，然后你要跟他建立一个默契，知道说哦，我如果在讲什么时候，就代表什么意思这样子，那这样可以节省掉很多沟通的时间。对，淑宁是你第一位这个听障的选手吗？如果就选手来说，他是第一位听障的选手。对，哇，你看这个有声跟无声之间的沟通就有点困难哈，然后就要一个先学习，就要这样子的尝试努力。是，那更何况是，这所有的大大小小，我真的是很好奇，因为这个是第一手消息的来源，可以在这边直接说，你看办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所有的食衣住行你全部都要安排，
那你交通啊，你的饭店呢、啊？哇，这些一定有很多不。对，我刚不让人知道的一些。我光是想到那个9000个人，不要讲别的哦，9000人还好吧？那志工应该他不会去住都住到饭店里面吧。你知道那些便当哇，那个堆起来跟山一样高哎、欸。不要想到吃的，不要想到吃的。对不起，我肚子饿。哎，对对对、嗯，这些所有东西零零总总都很多一些。而且我们都要从听障朋友的角度出发了。我们这一次，比如说你讲的饭店哈、嗯，我们在他们住的饭店里面也都跟饭店商量，我们加装灯号。嗯嗯、因为他们按电铃哈、啊，他不会响，他响他听不见嘛，对对，所以他们用灯号的方式、嗯。而且我们这次也很高兴，其实这个社会上，我做的真的是蛮辛苦的。可是我每次很气馁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正面的力量，就是很多大家的社会资源来帮助我们。比如说福伦社哈、啊，他们就有一天突然来找我们，他们愿意来投入这个筹办工作，跟我们一起来做。而且就有一位朋友哈、啊。他捐了1200个振动器给我们，那个振动器啊、哦，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可以放在枕头下面。是晚上万一饭店发生什么状况哈，假设什么火警哦，希望当然不要哈。我们在外面有发射器，我们一按哈，他就马上他振动器就会震动，然后就知道有状况，就等于是一个闹钟一样。那、有我们外面发射电波，像这个过去听障奥运是没有的哈。那我们虽然他捐给我们的数量不够，我们另外的我们自己再花钱去做，可是我觉得这个都是给选手一个很好的服务，觉得我们很贴心嘛啊。另外我们也跟中华电信谈，也很感谢中华电信的赞助啊。现在每一个选手来到台湾以后，他们就发给他一张电话号码的卡，他们换了我们这个卡片啊，我们会把它分类，如果我们有事情要通知比如说美国队，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发简讯给美国队、通知所有参加游泳的选手，我们有分类好，就一个简讯就发给游泳的选手。那如果是住在某一家饭店的，我们就可以发给某一家饭店的，他同时还可以当成我刚讲那个震动，因为他们晚上也可以放在床下面、有什么状况，我们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赶快把这一个饭店所有的人都通知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很多很多很细。说 每一个选手都有，我们发给他们一个手机，一个手机的号码，一个卡，他大概自己有手机了，对对对，我们会发给他一张电话卡，那这就是一个 SIM 卡他可以用在他的手机里面，是这样子就用，而且他们彼此沟通就可以用不用跨网了嘛，就是网内这样子、可以打，又不用跨国漫游哈，也节省他们的经费。所以我们尽量的去想啊，尽量去想，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例子哈，过去的听奥都没有做过了，我们都算是第一次提供振动器啊、电话卡啦、什么。那我觉得希望选手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嘛。一定可以啦，就有些地方你看像在上一次参加都没有的待遇哦，我们这一次尽其可能的为他们来准备。那我们想问一下，就说这一次就是听障这些选手们哦，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当然每一个国家也好，或每一个参赛的项目也好，那个训练一定会有差别跟一些困难点。我们想要请盛老师也来聊聊一下啊、就说这一次的训练的差别跟这个困难点，以及我们知道听障的奥运的项目其实很多很多、那有时候呢，那基于就是特别对身障的选手们呢、他们的游戏的这个规则啊跟各方面的其实是有些不同的，对，设为他们所设计的、我们这个比赛有20个项目啊，大多数都是大家熟悉的篮球、排球、游泳、田径啊，对，项目本身不需要我多介绍、可是在比赛的时候规则是有点不太一样啊、比如说他的一般跑步吧，哈，大家记得都是怎么跑，鸣枪起跑，对不对？我们听障奥运就不会鸣枪起跑，我们要特别去做一个装备哈，一个小小的红绿灯啊，在每一个选手他只要低头看他的脚前，每一个他是连线的哈，就有8个小小的红绿灯，红灯就是就位，绿灯就是准备，对不起，黄灯是准备，绿灯就是开始跑。OK， 那我们所以没有红灯嘛，哈。有红灯是就位啊，红灯是就位，红黄绿，红灯红灯亮的时候大家就就位啊，然后黄灯就是这个预备，绿灯就开始跑。游泳也是一样，也是用红黄绿，绿的时候就开始跳下去。是，所以换句话讲说，除了一般听人在比赛，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准备以外，我们还要额外都去准备这些东西啊。像跆拳道的话，它旁边都是放灯号啊。那如果有人犯规，他灯号就亮，灯号亮的时候就表示暂停，来暂停。哦，可以不要一直打下去、哦。对对对对。哟、好痛哦！那这次20项的项目里面，好像没有举重哈，挺举。没有举重，这次项目没有举重。那这也其实不是，他就反正就在那边举就行了，为什么没有加入？这个牵涉到有没有人报名。就是在，因为听障选手毕竟在人口的比例是占比较少，有没有足够的人去练
举重到可以办比赛、啊、是这样子。他们有蛮严格的规定，必须报名到某一种数量、哦、他才能够去办这个比赛、哦、不会说只有几个选手他也办这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最低的参赛人数、嗯、才会办这个项目。你看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他们这些声唱的选手们，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以及比赛的时候已经有这么多的困难度，那我也想请问一下黄教练、哦、是像当时呢你在训练那个苏宁的时候，苏宁他是一个游泳选手，那通常游泳选手也是一样听鸣枪，可是他们要预备动作的时候你不能旁边弄个灯啊什么的，那他们是该怎么样看那个开始的动作？对，所以像因为我们他是跟着正常选手一起训练、哦、所以不可能特别帮他准备一个灯号。对对对，而且在早期的听障选手大部分是比手势或是看旗号、嗯哼哦、那后来才演变到灯号。那我以前在训练他，我都是比手势给他看。哦，你就直接，因为他是仰视吗？所以他看得到你是、仰视或自由式，我会站在他看得到的位置。看得到的地方。哦、对、okay ，因为他不是说仰视选手，他就只练仰视，他一定会练其他的辅助项目、嗯。因为不是说代表，因为不可能说一开始训练就只练一个项目。是。因为你选手一定是经过多方面的训练，然后再尝试，然后去比赛以后才知道说哪一个是他主要的，还有。哎，次要的项目，所以一开始你都比手势。对，一开始我就会跟他比，我手势是什么是预备，那什么是开始。就是上帝哈、哦，嗯，为一个人关了一扇门，会替他开一个窗户的。窗户也关起来，会给他替他开天窗。是，天窗也关起来，会跟他开地道。当一个小朋友看到荣誉的时候，咚咚咚，他就跑回去了。荣誉在一个球场上面一个这样的出现，然后告诉其他的小朋友，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不同的这种小朋友存在。我们借着办听障奥运，这运动除了说对他们个人自信心的建立跟大家互动有帮助以外哈、嗯，我觉得其实应该借由这个听障奥运的过程，让大家重视到他们的权益。就是我觉得他们要的其实不是怜悯，他们要的是一个公平的机会。你只要这个社会能够愿意给他们公平的机会，你会发现说他们在工作上面的表现跟投入不输给任何人。